是烤肉架吗？啊你，我没有问题哦。哦，啊你怎么这么不合群？为什么不放上来？没问题啦。啊好，好的，今天很开心，这个出席迪奥的这个开幕的活动，因为我知道他们整个内部的装潢是很棒的艺术家一起去完成的这个内部的装潢，然后听说有两层楼，所以我很期待进去参观那些艺术工艺品。